行，如果到的话，碰的话你说一下啊。你一定要选。好，这个放心。要不你把头顶刮干净再刮。先把这个头发咱们先给它刮掉。好。啊，那因为等会儿他要泡沫剂，不然头发都坏掉了。好。行。那能不能从看得到吗？好，可以，行。好。放心吧。怎么可能啊，刮烂一个创口贴。不会的，不会刮烂。好，来。别起鸡皮疙瘩。那口气啊，比剪刀还疼。啊？不痛吧？痛是不痛，但是鸡皮疙瘩直起。啊，别起鸡皮疙瘩。我有几个悬呀、一个吧。一个。这样，我们把这个扎个马尾，然后一下子给它关下来，是吧？就不要那个，就头绳，你给头绳扎一下。啊，这里，这里扎个小马尾，然后我们直接关下来，不然这一刮刮刮的太慢。对。是这样，对。这样就细多了，是吧？慢点啊。好，行。好，就这样，头低下来，对，头低下来，然后这样好管理。好，还有一啊，没事没事，马上我来这个来，到时候一刮是全部，对，马上一会儿刮全部就没了。好，对，就这样，稍微来一点，好。别动。有点痛吗？就是不痛，但是有点紧张，是吧？对。好， okay. 没事。好，这样子。我们就卡，一会儿就贴好。我头发挺粗的，之前都特别粗，后来高三他掉头发了。压力大是吧？对。上大学就好了，上大学就轻松一点。大学有大学要做的事。对。老师尽量在那边剪，在右面，对对，右侧剪。剪的过程你看不到。他已经剪了二分之一了。
前面的好像黑了。对，后面就没有营养，就黄了。所以为什么剃光头的价格要高？对，就这个道理。真的好黑啊！啊，看着都很有光泽。对，是的，很有光泽。这颜色怎么有点偏红？下面，下面就是缺少营养导致的。有的同学就头发黄。啊、哦，那肯定的呀，因为他下面营养跟不上嘛，所以他就黄。你前面的好亮啊，又黑又亮。前面的营养都在前面，随心所欲的剪。之前没到这边来过哈，不是？没有。以后可以带你朋友在这边来玩。就去过南京。哦。好像也就只去过南京。我有、哦、有个同学，他是南通的，让我去，但是我不知道在哪。哦，南通离这边也不远。哦。但他也上高三，他也回去了。他跟我一直在杭州学、哦，但是他的户口也不是，也要转哈、啊。对，也要回去考房。中国的教育机制还是有问题的。你要想要好的教育，你就花多钱去外地，去了之后你还是得回去。关键户口。嗯。我有个同学，他爸爸是开律师事务所的，人脉比较多。啊、哦。给他弄了个上海户口，就希望他以后能上上海的大学。哦。如果你要这个安徽户口，你就只能上安徽的大专。但是现实就是上海的大专比安徽的大学都好。上海是吧？对。哦。安徽也还好。对，安徽那有的学校也可以的啊。嗯，我有好这边好几个朋友呢。是啊、都是安徽那边那个毕业的、嗯、过来混得不要太好、啊、本科过来以后、嗯、他们是学那个高分子的、哦、过来现在特别吃香。安大的高分子是在那个安徽大学高分子、嗯